点刀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牺牲。真是可怜。是不是有人给我下蛊了，兄弟？把谁给我诅咒了？我刚才没这么困的呀。把三分钟一把，真给我整困了。别啊，哥！不要妨碍我！我还要冲分，我还要冲第一。我被诅咒了。想成为魔刀石。我没学艺呢，兄弟。你这呢？你这绕啥，兄弟？游走于刀剑之上。哎呀，我操！一针。哇，兄弟，这……帮我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。哇，这个线我看都心态有点崩啊。三波线。无处可藏。嚯嚯嚯！别吧，哎，哇！双重打击，活不长了。对这愚忠队伍来说毫无意义。这 EJ 不就上完那个冰雨吗？对面的三分钟了，是一具阴沟里的，这不是补位了？上把还在我对面玩冰雨呢，怎么这把在我这边 EJ 了？享受。玩的就是极限走位，这一波走位真的是拉满了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奶色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能量标之后，这个气势我从不妥协，大了不少。终于修复了这个东西。
要妨碍我。他死了，给我拉刀。R A Q A 血这边，再一个平 A， 再一个平 A。卡士也突然翻上去 ，W 扔一下 ，Q 拉刀，玩的就是极限。真要出电刀吗？这电刀聚这器推线，各种英雄全都这么玩。最烦的还是电刀妖姬。我现在在我的对局里能放冰女，我都不放妖姬呢。别来！这打起来是带我节奏，我没大，打起来我可能要死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躲一下，我在。这么潇洒吗？哎，兄弟！啊！你这不属于在我兜里抢劫吗？ADC 我能追到他一个大瓜死了，塞拉斯在我面前我开个大他也死，一个平也杀了，哇他看着好爽啊！兄弟把号发我，这我想玩这把 EZ。 一个最奇怪的现实，一些人来了，我们放一个。又是一记阴光，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不去了，他应该能偷我大，偷我大的话就大换大。如果他队友来了，我还可能要死。
不然 QI 点这边，拜拜。准备一档 ，A 一下，大补回头 ，A 闪 ，QA 死啊！他们护。哎呀，我怎么没躲掉他的 R 呀？源于你本身的存在。啊哈。兄弟，伤害这么高的吗？气势烫伤，他已经输了。现实里我已经死了，这一打二就好了，说实话毫无意义。闪的角度不对，本来是要闪躲掉他的大，然后靠近一个平 APV。我从不妥协。兵线呢？太变态了吧！这速战速决吧！防御塔的城即将脱落。走于刀尖之上，尽量不打吧。他们塞拉斯刚才也在附近嘛，啊，也在啊，没必要啊，兄弟。小龙这波都在拿呢，这波上路没必要打，打的就给机会了。别吓到我呀！活不长了。Unstoppable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拔了。哎，他去这线没给都给护盘吗？还是降伤害了呀？他带着小兵去这线，电刀也清不了护盘。他买这东西干嘛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哇，你别吓人呐，兄弟，这炮车补的，哦，不利要我的命啊！你这是。我从不妥协。
回家再出个黑切，征服者可血这一套，可血黑切两件套无敌，这是我们最强的时候。就你同样是六件套，还不如两件套的这个时间段厉害。两件套的征服者难道有一个质变？游走于刀剑之上。翻墙第二段死，闪了，他交闪了。别浪，别浪，别浪，兄弟，不错。往前冲吧。节约，要不走？那还是好配合。啊？不能吧？哈哈哈！这活不长了。哎，这波对面全交了，好像。小龙呢？怎么能躲啊？有眼没眼啊，兄弟，躲得有点奇妙。又咳血 A 咻 A， 没事，死一个我，你们全都得死啊！还剩个盖伦，兄弟，还剩个盖伦。我刚才好像看到他在这儿，不会在草里吧？既然他们一直盯着我打的话，买个表。本来第三殿要死亡之舞或者血手，好像把我当突破口，来个秒表。我从不妥协。火龙地神，大龙战一波团赢了。第二段 AQA 死。啊！我点燃加流血，为什么是他的？流血的优先级这么低呀、啊？大不了，拿下这一把啊！我们的男刀真潇洒！哇，这男刀拿到了，这胜率这么高啊，主播！这我不敢想，赢九把输三把。十二把赢九把，什么胜率，兄弟们？输出全场伤害最高，遥遥领先。